是。再来一次。好。先进来，然后把这个重心往右脚放，然后这个手带起来，这个脚出去，这个手下来，这叫白鹤亮翅。这回来，看这是个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圆。画一个圆出去，两个手都是两个圆，看到没有？两个手是两个圆，那要不叫太极呢？太极就是这个圆。排山倒海。哈哈哈哈哈。好，这边，再做这边。做这边。先脚出去。龙。奥步。再回来。再出去，再回来，对，再出去。好，你现在知道这。哎呀，我比他早了半个小时，这还有什么满腹的问题？你这麦克啊？我这鞋磨都磨能化了。哎，老公，这边爬山，你看下羊怎么样？说什么呀？教泰拳，教泰拳教挺好。今天在玩的非常高兴，大家跟感谢那么多朋友来，对吧？唱歌、爬山、锻炼身体、学太极拳。好，谢谢大家啊。